欢喜，今日主日会当伫遮，咱大家互相分享弟兄的来个话，咱即时特别同心来祈祷。向阮个阿爸弟兄弟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个稳定保守阮平安，因为你个疼。你疼痛的声去引阮，紧紧伫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聚集，敬拜你，聚集分享你对阮的疼。主，你的疼，就亲像阮头仔所闻所听的，你的疼，予冬雪换作春天，你的疼，予阮的心内。充满着盼望。即时，我要分享你的真理，你予讲的、通听的，同款得着稳定。我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相信吼，无论是伫台湾，还是伫国外的农场吼，咱拢有看过绵羊秀的经验吼，咱敢伫迄个中间。看到因的互动真趣味，来当看到啥？看到迄个主人和迄个羊群中间的默契，只要主人啊一个口号，一个特别的声音，即群羊群亲像去催眠共款，乖乖静静，完全听话。哦，我去我要来做啊，真正因为亲近农场对我来讲，感觉是真远，即款对我来讲应该无真远啦。我有去，我感觉哇，真像咧变魔术的感觉。我都相信这看起来是主人在做观光性的表演，但是这除了工作上的表演的专业以外，我想伫遮应该是有主人对伊个羊有一份完全的听伫内底，所以羊群会当听伊主人的声音。同款，因为羊群的个性，伊是愿意顺服、愿意听他的，所以因就会当真安稳的伫大自然的环境中间。得到主人完全的保护。得到主人完全的保护，这也是对应咱伫信仰内底真侪基督徒，咱互人提醒，咱常常互人提醒的就是，我是主的羊，伊是我的牧者。伫头我咱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到的是啥物款？看到是即群犹太人因共款，伫二十有显现的经文有显现着，即群人嘛共款，嘛是信主，嘛是信上帝，因也共款为献殿者，总是因看的亲像马太福音25章的31节到30节所讲的羊同款，嘛同款是羊，总是因看的亲像是山羊。伫休的献的这个这个节期伫圣经内底这个经节伫遮出现。咱会当去想看，是安怎这个献的节？是怎样的发现？我简单来介绍，咱拢知影讲，犹太人到尾去予希腊人做殖民的统治了后，统治了后，亚历山大帝伊无去强迫，也是去干预当时的宗教，一直到主前312年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去接管了后。就无阁有同款的政策啦。一直到主前的186年的时阵，阿底阿斯四世伊咧上位的时阵，伊开始安怎？开始含正常人无同款，伊强烈犹太人伊敬拜
偶像，无准因听甲咱受安息哩，甚至违反的是安怎处死？当时有几人万个犹太人因为因家己的信仰去殉道，甚至是167年的时阵，这个安提阿斯四世，伊率领军队来到耶路撒冷的时阵，伊安怎？伊亵渎圣殿。啊，来个伫这两年中间，伊个愈来愈严重，然后伊搁甲圣殿去安放因当时的神明哦，宙斯的神像，啊，搁去立什么？搁立宙斯的祭坛，甚至呢，搁安怎献祭做祭。误会圣殿，这对变天的犹太人来讲是安怎？是真生气，佮唔敢讲。了后，有一群真变天的犹太人，从开始做武装的游击，和一个祭司马塔提亚的家族，将叙利亚的军民，佮有当时亲希腊人的犹太人灭掉。这就是犹太史真有名的马加比的革命。马加比的革命是啥？马加比的意思就是黑土亚的人。因当时，因伫主前165年时阵，因反抗因犹太人，因为因的性别拢有希腊人，当地的占据，所以因就是因的性别安怎？去拼除了所有外来的物件，搁甲圣殿搁一届的清洗，可见伫咱头发所读的约翰的第10章所描述的犹太人伫耶路撒冷过献殿节，因这群人应该是安怎？因这群人是一群认同有军队上帝的人，总是因安怎？因拒绝耶稣，因伫这个献圣节的时阵，因讲出因心内的话。咱知影，咱来当献祭祝福因的时候，咱会当发现，就讲，耶稣真有趣味，伊伫无同款的节气里，换做一节讲一个比如，伊伫献圣节这个节气，讲出用着羊圈的比喻这不是在提醒圣人讲，圣殿清洁，去予恢复的外貌，佮爱加上安怎内在生命的定心，佮爱加上啥上帝主爱的听。而且耶稣讲起啥，耶稣讲起军队伊属性的人，应该真侪款式。他应允啥？伊应允接受伊的人，无论是伊的过去怎样，伊要应允接受伊的人，有新的生命，对伊完全瓦壳的人，伫困境的中间，安怎有永远的平安和安稳的保护？这种的态度。不是讲，也是一种的自信，也不是讲出自家己的气力会当得到完全的保护，是一种完全对上帝的瓦壳。总是这群犹太人，因无法度了解。用阿摩因。这个中间的耶稣，伊是直接对已经信主的人讲的。这群人一定是认为讲，因家己是门徒啊，特别是伫这个犹太人伊咧过真有意义的节期的时阵，耶稣对因的提醒，讲出见啊，跟随伊的人，加做伊的门徒的人，就爱有经过伊的门，有伊的属性。真正是提醒咱同款吗？问的象征。
这兄弟性的意义是基督，讲基督是门，有啥物意义？咱可能咱会感觉讲，这个门敢是要叫阮入天堂的？总是遮个门是要讲啥？遮个门，毋是这个意思。伊简单来讲，是要真侪透过基督来做伊的门道。所以同款，即群我头仔所分享啊，即群犹太人伊是羊，总是伊看起那像我是山羊的感觉。伊伫遮耶稣伫遮表明是讲，因为咧面对家己的团体的时阵，也是面对世界的时阵，拢爱掠基督，真侪因的瓦克，真侪咱的瓦克。这是犹太人是对，对这个犹太人，伊看起因是分对上帝生活的人，因的立足嘛有真好的信仰。真好的坚持伫内底，所以因伫遐做纪念，因伫遐过献祭节，总是耶稣怎样？耶稣伫遐讲的，对因的提醒，佮对因所讲的是，佮一届的瓦克伊，一届透过伊。来真多上帝宽恕上帝的恩道，伊嘛对遮来对咱讲啊，上帝丰盛的恩典，含对咱的修辞是啥物款？伊讲了，有互咱有丰盛的生命，伫咱会当大家思考的讲，要互咱有新的生命、新的思考，咱做上帝羊。咱是要做第一款点子，而且耶稣所表达的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顺服，要予咱有定头心，要予咱有新的信仰。伊所希望的群体是怎样？伊所希望的群体是彼此相听、彼此关心的团体。好的群体所产生的是一种互相的听。是一种牧者为着羊放下性命，羊对伊完全的信任的听。好，亲像耶稣基督，嘛有互咱有新的概念感快。好，有点很认真，伊个有一个名称叫做光明节。是因为是怎样才叫光明节？是因为遮个犹太人因咧穿个咧恢复圣殿的时阵，因发现着因真久无用的迄个顶的金灯台已经真久无用啊，圣殿内底嘛有只有剩一个油，那这个魂这个量只有会当点一工，啊，这时搁要去做。的时阵，至少阁爱开八天的时间，才有法度完成。总是奇迹伫遮发生，本来只有会当烧一天的油，却是足足延续真侪天，延续到八天，予这个圣殿充满了。光彩光明，这就是因讲献殿节，就是光明节的由来。马达比运动这群人，因为伊有同款的信念，为着要恢复上帝的荣耀，所以伊有同款的行动，同款的心志。伊嘛伫遮经历着属于因家己的心境，咱嘛会当伫这个所在来当看到。买当发现到的是啥？合一会当看见上帝修饰的内面，合一会当看到上帝修饰的心境伫内底。咱伫遮会当讲的合一，毋是单有一种的思考，毋是一种压制性，也是齐头式
的想法，合一，不是讲所有的人拢咧变成同款一种的意见，这毋是合一的原则。合一是伫无同款、真多元的思想内底，因为阮对耶稣愿意去放弃，总坚持，愿意因为有好的信念、有好的目标，愿意去放弃家己所认为的。这有当时也是困难的哦，因为含愈多变的动物吼，愈有家己的想法，总是对基督来听信心的引导，会予咱伫困难中来去见证上帝咧透过基督所启示的真理。伫当时的信徒，和咱现今所面对的嘛同款，同款拢有挑战的世界和挑战的文化伫中间。哦，上要紧的就是追求信仰本体的合一。教会合作见证，改变世界，无同款的文化，合一就真重要。咱会当看起，亲像咱，咱伫咱的教会有举办一个座谈会，是彰化县四位候选人伫咱教会遮的座谈会，因为这是透过众人的努力。正教会啊，教派努力，和基督的文化要伫咱传统的中华有无同款的思考，无同款的刺激，无同款的挑战。合一会当予咱有搁较远、搁较好的愿景伫内底。咱同款伫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节，咱嘛会当学习一下。学习的是互相学习的，是一种完全的挖课和完全的听。耶稣和上帝的合一，就是因的听，伊的完全的顺服，也因为伊完全的听上帝，所以要完全的顺服上帝对伊的命令，伊要真做咱学习的典范，咱嘛要进入第一第十章头前的耶稣讲的应允，我来是要予恁一生命佮得个丰盛。这是咱做伙同心佮一家庭的。今天我们听完祈祷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对面对你的脚步的过程中间所面对的挑战，也是人的软弱，因为你救赎性的牺牲和稳定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真多你的子儿，大有关联跟灵命的主，我们在今天的早时再一次对你说，我愿意在我们自己的家庭，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的校园，在我们所徛起的大家乐，拢独独在你的内面，真多你宣传良善的器具，活出你对我们信仰之意。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。Amen. 上帝听从我们大家。Amen.